我们比赛快要输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哥哥加油，打岔。那哥哥赢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哥哥好笨。哥哥好笨。来吧。哦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个回答感觉不是很有信心的声音哎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看嘛。我们这样去干嘛？打电动。打电动。比赛。比赛，对，我们今天要去参加电竞比赛。啊。是彤彤人生中第一次的电竞比赛哦。我们要参加什么项目？两个项目，今天的比赛是一整天的，上午呢是比马里奥赛车，下午是比大乱斗。那彤彤比较用心在花比较多时间在准备的是大乱斗。大乱斗，啊，想说人都去了，那马里奥赛车就是顺便一起报的。那我呢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人都去了，我也报了两个项目都报了，我去陪打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看看彤彤今天表现的怎么样。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。我们到比赛现场了，这里是新店玉龙城，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们现在要来找报道的地方。他说在三楼的黑盒子，黑盒子是什么？黑色的盒子。好多托米卡哦，东东。对呀，好多小车车哦。有火车哦。火车在哪？这不是你有？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报告完成。你几号？你几号？39。You know what we do together？ 找一下39。椅子后面有号码？39。39。39，好，那我坐你旁边。标准轮胎最保险，然后花香翼就没拉鲁的。会紧张吗？还好。等等，玩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一二三，加油！因为毕业了。毕业了吗？要不要喝水啊？3738有了，他说了。这边我解说一下马里奥赛车的小知识，给没有玩过的人知道。首先是火箭加速，在触发的灯号第二个灯亮起的时候按住油门，成功的话你的角色就会喷射出去。这边彤彤的火箭喷射起步成功，那甩尾的时候当你的车子甩出火花再放开的话也能用出火箭加速。那彤彤这边的起步做得很好，而且还拿到了红色龟壳，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开局。拿到路易吉的灯，输了。图案都不一样，图案都不一样啊。
输了，马里奥赛车一如预期的输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的重点是什么？大乱斗。对，重点是大乱斗。你们谢谢哥哥，至少没有输给电脑。笨吗？不太高吗？好棒哦！我们在新店玉龙城的地下美食街吃午餐。我们吃完饭了，又点了一碗鲜芋仙。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不用客气。谢谢爸爸。下午的大乱斗比赛要加油哦。谢谢爸爸。好吃吗？A 加速 ，B 减速 ，R 摩擦 ，L 道具，好冷却吧你。我要看。我看你，不要看这个转播。没有了，今天我用蘑菇了，蘑菇，好不好？至少拿到一个第一名，对不对？输了，可是至少最后一场第一名。我们两个马里奥赛车都输了，这是参加奖，但没有关系，对，没有关系。等一下就要打大乱斗，我们真正有在练习。你把当成在家，你旁边人都不在，反正你到时候不进入你的世界。这真的很重，这个花很多时间练习。加油！很多对手是一个大的。我跟彤彤应该是同时间会上，彤彤是77号在最左边，然后我是128号最好在最右边。我想说我就不打了，我一看彤彤为主，好不好？要让你比较不紧张，爸爸帮你加油，好不好？嗯。要帮哥哥加油，知道吗？对。你知道哥哥用的是谁吗？衣服小子。对，要帮哥哥加油。好。七七八，彤彤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来，七七左边，七八右边，谢谢。加油！胖哥哥加油！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看起来是大学生的吗？彤彤不可以过去，彤彤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不可以过去。哥哥要比赛了，赶快！哥哥要比赛了。任天堂大乱斗是一款很特别的格斗游戏，这边我简单为各位说明一下规则。人物的旁边呢、有趴数百分比，一开始啊每个人都是零趴，表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随着被打受伤，趴数就会越来越高。趴数越高呢，表示受伤越重，所以啊趴数是越低越好。游戏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对手打出场外，而趴数越高的话，人物的重量就会变得越轻，变得越轻的话，被打的时候就会飞得更远。这边画面上方出现了一闪一闪发光的绝招球，打爆绝招球的人就可以用出那个角色的超必杀技。超必杀技可以说是有着一击必杀的威力，可以说是能够一发逆转战局也不为过。那这边彤彤成功的发动了音速小子的超必杀技，哥哥领先了。那这次比赛的规则是一个人有两命，采三战两胜制。这边洛克人发动了他的逃避杀技，但彤彤千钧一发的在空中用出了两段跳闪开了。
这边我听到底下的观众啊，在小小声的讨论，这个音速小子很厉害，爸爸听了真的很开心。比赛进行到这边呢，感觉应该是很有机会拿下第一胜的。那洛克人只剩一命，而且洛克人受到伤害已经七十几趴了。彤彤虽然也是受到七十几趴伤害，但彤彤还有两命。这次漂亮的空中撞击命中之后啊，洛克人受到了八十七趴的伤害，几乎是可以说是把一半的胜利放进口袋里了。这边洛克人用集满器的波动炮守边，守得非常的漂亮。彤彤的音速小子啊，已经受到九十趴的伤害，承受不住就被打飞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彤彤音速小子零趴，对洛克人一百多趴，总不可能输吧？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。接下来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来了，彤彤把绝招球打飞的时候，刚好飘到对手的旁边。彤彤也发现了，立刻追过去。结果两个人同时打到绝招球，最后判定是洛克人打中，洛克人立刻发动超必杀技，彤彤已经有反应到了，可是还是来不及。啊，好可惜，哥哥被绝招逆转，哥哥反而前面领先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加油，加油。对，一直想做儿子。他自己失误，啊啊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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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可惜，哥哥都是自己失误，哥哥输了，他都是自己冲下去的，好可惜。他前面蛮有机会的，对，啊，好可惜。彤彤来，打完了对不对？徽章拿到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好，等一下。好可惜，好可惜，很可惜。你很有机会赢的，爸爸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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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抱。好啦，彤彤，真的，这是什么？楼底下的那个哥哥都说你打得很好，音速小子很厉害。很可惜，对啊，你前面第一局是领先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你后面第二局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刚刚发生什么事的？刚刚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两次都自己冲下去？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是不是？下次再来吧。经验还不够多，很可惜耶，他前面领先的，对啊，厉害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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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夸奖你了，龙龙。帮你，我帮你，大家强的。回家再练吧。至少我觉得有希望，因为你前面的打摔子，我爸爸觉得做得很好，好可惜。走吧，好，爸爸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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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，差一点点就赢了，差一点点。第一场你非常非常有机会，结果第二场真的好可惜，好可惜。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，工作人员拜拜。最后有幼儿组他在参加，好，拜拜。而且你自己失误，你很难过吗？难过是难过自己失误。对，难过在自己失误吗？这是人生啊。比赛本来就有输有赢，爸爸有讲，对不对？内容非常的好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精彩。下面的哥哥都说这场比赛很好看，很精彩。这个艺术小子很厉害，我就很兴奋的跟他们讲说，是艺术小子，是我儿子，是我儿子。我们要准备坐车回桃园了。在公车站牌对面，我们发现了一间麻油面线，看起来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然后比完赛刚好吃个麻油面线，帮你补一补，望一望。妈妈喜欢吃猪肝，我们加点一个麻油猪肝。麻油猪肝好吃吗？好
下面都烧一下。啊，好吃哦。